下面的例题，这有题目，我们这有什么兄妹二人、兄弟二人，两个人合抬一样东西的，合抬一样东西的，还有什么放在磅秤上面抬东西的，或者是桥的两个桥墩往上抬的，这都是类似这样子的题目。用个两公尺的木棍抬一个60公斤的东西，假设我们的磅重不计，我们讲过，我们大部分题目磅重都不计，不过要计怎么办？集中在中间或一人一百分两边，然后请问你哥哥抬要计多少？来，一样画图，画图，哥哥往上抬 S， 弟弟往上抬 Y， 东西放在那边60公斤重，离一边50公分，离另外一边150公分。你也可以写公尺，0.5公尺或1.5公尺，随便你。好，然后呢，一样，尽力平衡，合力等于零，合力局等于零，合力等于零，向上力要等于向下力，加起来等于下面，合力局等于零，要支点，那找支点啊，那才有力臂啊，那才能算力局啊。好，最后支点找哪里？找那个我用不到的，这里要我算谁？如果往上抬，我用不到谁？用不到 Y 嘛。你把支点放在 Y 上面，那就可以杠掉的东西不用算。然后呢，向上力等于向下力 ，X 加 Y 等于60。还有呢，自适中力矩等于一时中力，谁自适中力矩 ？X， 谁一时中力矩60。所以那个是2公尺啦，200乘 X， 另外一边150乘60，数学算一算就好了，只是数学而已啊。简单做一做，答案就叫做猪，答案就叫猪。当然也可以就有猪就知道说地抬多少嘛，请就好了。OK， 就这样，就是做吧，可以吗？类似你变成兄妹一样往上抬，离妹妹0.9，心理平衡，问妹妹往上施力多少？问妹妹往上施力要多少？问妹妹往上施力要多大？跟刚才基本上一样，除了兄弟变成兄妹，然后距离就不一样之外，其他想法都完全一样，就这样子。向上力等于向下力，自适中力矩等于逆时钟力矩，就可以了。请问你妹妹往上抬的力量有多大？11啊。大家都出来说 C， 你要相信他们吗？啊 ？B， 哎，说 C， 你不要来跟我讲 B。因为跟你报 C 的，回家后下回怎么算账？我说 B。画图，兄妹，一个兄一个妹，一个 X 一个 Y， 不知道 C 多少，然后距离它上面写告诉我的东西有50，合力等于零，合力矩等于零，合力等于零，向上力等于向下力 ，X 加 Y 等于50。合力一起等于零，那就要找谁啊？找支点，就找支点，这张支点不要算谁？不要算 Y 嘛，所以把它放在 Y 上面。然后呢，一样，自适中力矩等于逆时钟力矩，谁自适中 ？X， 谁逆时钟50，然后往里面带，那个力臂应该是150，这150乘 X， 那个力臂是60，所以60乘50，后面就数学了。可以，答案是 B， 20，就这样子做，就是一种类型，什么兄妹，刚刚讲过兄妹二人抬东西啦，或者是什么磅秤上面架子放东西啦，或者是什么桥梁桥墩都是这个意思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练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OK 吗 ？OK， 很好。